大家好，我是爱与人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原神 5.3 卡池新角色例会确定，火神三位队友曝光，娜塔战舰来了。 5.20 克可获得万元石，仆人复刻时间曝光，火神冰女定位来了。原神娜塔 5.2 卡池终于要来了，两位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2 版本可获原石的汇总情况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。还是以平民玩家、零氪、小月卡和大小月卡来区分。对于平民玩家而言，零氪情况下各种奖励加起来可以获得84抽，小月卡玩家相对而言多一点，可以获得110抽，大小月卡则是118抽，其中小月卡玩家的性价比是最高的。而说起后续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分别是火神马威卡和冰女茜特拉利登场，复刻角色的说法就比较多了，其中最多的一个版本就是闲云、申鹤复刻。这么来看的话，仆人、莱欧斯利等角色起码得等到 5.4 及后续卡池才会登场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两位新角色的定位相关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火神马威卡大概率是副 C， 且具备一定的后台能力，大世界跑图极强，冰女则是生存辅助角色，但强度据说不高。当然了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娜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除了新角色恰斯卡即将登场外，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也会在11月8日的晚上8点和大家见面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有关于 5.3 卡池新五星角色例会的公布时间，则是定在了11月18日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会登场，复刻角色的话，之前提到的是闲云、申鹤这两位，不过并没有实锤，其实申鹤复刻概率较大，闲云的话依旧会有改动的可能，毕竟之前还提到了仆人、莱欧斯利等角色也会复刻，插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而说起火神马威卡的强度，配对相关的消息也终于来了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有关于火神配对的测试成员分别有马威卡、恰斯卡、火主、茜特拉利。这么来看的话，队伍中除了火主整体造价还是比较贵的，恰斯卡倒是有点未来可期的感觉了。火主之前的消息就提到还是很强的，冰女的话据说是盾斧，整体来看的话，恰斯卡是队伍中的主 C， 火神马威卡大概率是副 C 且兼备一定的后台能力，冰女茜特拉利就之前的消息来看是一位生存辅助角色，火主则大概率是辅助角色了。不过该队伍灵命恰斯卡吃不满，需要二命，这算是真正的娜塔战舰要来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